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空曲。一点一版本的三个新角色已经落地了，大家期待已久的一点一角色排行榜，我也在反复的纠结中给大家排出来了，尽量保证公正无误，提供最真实的榜单。好的，话不多说，直接上图。那我针对上期一点零排行的问题进行了优化，首先把青雀移出榜单。由于青雀的不稳定性，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啊，那各位的青雀处于什么位置，可以自己发送弹幕。 然后我取消了对群 C 和副 C 的两个位置，有些角色既能对单也能对群输出，我就不分开了。副 C 方面目前也只有克拉拉比较完美，其余角色强行贴个副 C 栏稍有多余，所以我就整合到输出一起了。然后说一下我的排行规则，上期的话由于 T 零排的太多，被人说高情商，啊，那这期 T 零标准我就排的稍微严格一点。T 零角色是目前版本有就一定要练的角色。 且混沌我一定会去上的角色，T 一则是二队的备选，面对不同的情况再从 T 一角色中挑选角色，T 二则是在大部分玩家都没有没有全部 T 零 T 一角色的情况下可以从中挑选一些进行培养，但 T 三的话我就完全不推荐的角色啊。那先直接来看输出方面，希尔就不用多说了，现阶段唯一的 T 零级主 C，所有最高难度的副本都会交给希尔来处理，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本期混沌。 大多情况全是一层弱量子怪，但另一层高雷抗怪。为了让几约稍微不至于打得那么难受，希尔反倒去挑隶属性的那一层打，靠着量子套的加持，还是可以力大专飞。然后克拉拉由于与罗刹的极高适配性，在设置压力极高的副本也可以非常安逸。不管是当主 C 来培养，还是副 C，插入任何队伍都可以有极佳的表现。那策划里有里的金人药王卡夫卡，唯有上将克拉拉和罗刹来应对。 你说你的混沌石难度高，甚至压力大，那我觉得你说的对。但是三千五 HP 能嘲讽，拥有高额减伤，极度适配罗刹御空，一个反击过万伤害，再配上罗刹无限回血，你打我就等于你打你自己，还顺便奶我的队友。御空 Buff 覆盖率低，吃战绩那也没关系，反正克拉拉就是不管，可以随便吃满，因为这就是克拉拉。再聊下燕青和景元。 这些警员玩家直接感受到了策划满满的恶意，在警员风评较差的情况下，策划不但不抬一手，混沌还塞了一堆雷抗怪加各种控制技能，警员面对这些怪物真是苦不堪言。叶青这期冰弱怪较多，打起来还算比较舒服，对单爆发高也不亚于希尔，可以迅速清掉一只精英怪来缓解队伍的压力，但需保持被动，对杰哥需求较高，且第十层无冰弱稍有难打。 剩下的 T 二都是四星的顶尖输出，加上机子，机子强度虽然拉垮，但勉强还能打一打，可以跟四星厉害的角色放一起。T 三的话就都不建议养了。桑博西鲁啊，想等卡夫卡的话，那就等卡夫卡出来再说。辅助方面，我首推的就是唯一的四星战神提云。提云的 buff 相较于其他角色要稳定的多，大招还能为其余角色充能，更是神技。可以说提云的泛游戏能搭配任何队伍。 至于银狼拥有独一档的挂弱点机制，即使挂弱点不稳定，银狼靠天赋也能成为目前唯一普攻也有收益的角色。还有大招的高额减防，在目前辅助角色不多的情况下，银狼也能进到所有的队伍里。其次，T 一的两位角色瑶叔和丫丫虽然特定情况下很强，但也不能说没有缺点。杨叔既有输出也有辅助，整体强度还是不错的，但作为一个辅助，想打出输出就需要争气点。 且普攻不能像银狼一样有作用，也不能跟克拉拉一样可以白嫖输出。丫丫的话，技能就看似很强力啊，但实战并非能如此理想化。最后大家发现，强的是一加一的压，而不是零加零。对于大部分平民来讲，丫丫的战绩点压力还是很大的。然后两个四星的辅助艾斯达和佩拉，两者的辅助能力都不如以上角色强力，但在角色 box 不够的情况下，二者还是可以培养的。最后聊下御空啊。 这里可能很多人有争议，那我御空 buff 这么强力，为什么排到最后？御空的情况跟丫丫类似啊，但比丫丫的毒点更为严重。观看数据可能会说御空非常强力，甚至可以说是超模，但实战这个 buff 覆盖率实在太低了，比不了像庭云和丫丫这种能稳定 buff 的角色，并且对战绩点需求也是很高的。那作为一个辅助都要吃到队伍这么多资源，那他肯定是很难用的。 目前来看，只有克拉拉可以腾出资源给御空，并且能吃满御空的 buff。其余队伍的话，则不推荐培养。生存方面，这版本的罗刹也是碾压级别的 T 零，急救解控去增益，群奶高抵抗，各种优势于一身，直接对现在的群其余生存位形成了一种降维打击的局面。唯一的缺点就是在敌方回合没有抬血的能力，但搭配上克拉拉也可以解决。T 一还是上版本两个强力的生存位，洁白。 虽功能性没有罗刹优秀，但是能保证一队的生存还是足够的。那如果罗刹、白鹿、杰哥三者只有其一，那么大家可以练一练 T 二的娜娜莎和火主作为二队。娜娜莎单人对战能力较差，建议多带一个火主。最后三月七的丹迪盾能用的地方较少，故不做推荐。好，最后这期我再加个项目啊，给大家推荐一下配队，整一个配队排行推荐。第五名，速商的物理击破队。 阵容组成由素商主 C 克拉拉副 C 娜塔莎奶妈，最后再搭配一个能挂弱点的银狼即可。有了银狼后，素商再也不用担心怪物没有物理弱点了。那面对物理弱点时，树商的强度还是非常高的。第四名燕青的兵队，阵容组成由燕青主 C 杰哥生存位，停云加佩拉辅助。需要弱点时可以选择银狼替换停云即可。燕青的对单爆发是十分高的，就是需要有杰哥保证被动不断。 再配上提云的回能加增伤，燕青的强度还是值得肯定的。第三名是景元的雷队，阵容组成有景元主 C，提云辅助，罗刹奶妈。最后一个位置缺生存可以克拉拉或者其余辅助都可以。如果需要弱点就上银狼、罗刹或万白鹿。景元虽然环境适应能力差，但如果没有环境针对的话，自身的输出还是十分爆炸的。不论对群还是对单都是十分优秀的。第二名克拉拉的反击队。 阵容组成由克拉拉可主可副，罗刹奶妈御空辅助，剩余位置可以带个希尔之内不出辅助的主 C，你可以带个停云辅助让克拉拉主 C。那这个队伍的强度我已经讲了很多遍了，详细可见我的上个视频。一点一版本这两位新角色直接完美适配克拉拉，你可以说是目前的版本答案了。最后第一名就是希尔最强的量子虚数队，阵容组成由希尔主 C 加上银狼杨叔的双虚无。 最后配上罗刹即可。希尔的高速度使得他更加适配虚无角色，再加上目前混沌的虚无 buff 和希尔自身优秀的输出，在当前版本就是最强的攻坚角色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收看到最后。